成功可以教大家撩妹的一个小技巧。撩妹小技巧，知名的身体协调大师 CJ 大师说过，他发出一个挑战，他把一条绳子切成两段，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开眼睛的情况下把两条绳子相连超过七次。那我这个挑战让洛丽塔来做啊，你成功，我就让你得到烛光晚餐的烛光，就送大餐，好吧？正常把头跟尾接触在一起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啊。但挑战 CJ 大师是说，如果你闭上眼睛十五秒内连续七次可以碰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获得1000块跟身体协调网，好吧？1000块在这里，真的假的？就是我橡皮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穿过去，对不对？对，因为你捏住了，我从哪边绕都不可能。2、3、5、7、8，怎么可能？不可能！你有握紧吗？你有没有握紧？你没有 KZ。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我们的大哥，他可以说是最喜欢游泳池的学弟。欢迎大哥，你觉得呢？尽量顶。我对我你所有的女性都很好，像我们以前店里有员工还是女大学生，他就说啊好冷，而且没有钱买外套，我就当下就送他一件外套，中央空调就很贴心。谐星其实是买啥都一样，不是，我没有任何的对他们。龟龟，你觉得这一种怎么样？太博爱了，太博爱，不可以哈。世界有那么多女人，你每一个都对她好，不，我只。对你好，没办法，我今天一定要博爱，因为今天有这么多人在啊，对不对？一个人见我就破产了。不会啊，如果当中有一位是你的女朋友，你就发誓一辈子只对她一个人好，两个人交往绝对不会因为第三者而分开。如果真的要分开，你不再爱我的话，也绝对不在冬天。哇，好浪漫！天哪，你最近是个怎么了，这个？大哥，大哥怎么了？没事，但谐星是很重要的，对的。好，我自己觉得我应该看一看，要作恶忘一啦。有自信，作恶忘一，要忘一，试看嘛。好了，对了，因为你是最喜欢去游泳池的谐星。游泳池，开玩笑好不好？梁泳池的朋友啊，游泳池，对，好的。有二餐有人做掉，打干。对，轮到你了。不是说好是做一个好笑的表演吗？怎么可以跳舞啊？OK 啊，还可以挺，还可以挺。他跳舞是挺好笑的。那我跳舞，很大力。OK 了，可以。我今天是跟大家做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就是人性的协调性的挑战。协调性，怎么说？成功可以教大家撩妹的一个小技巧。撩妹小技巧，来交给你了。好，太好了，教大家一些小技巧了。知名的身体协调大师 CJ 大师说过。他发出一个挑战，他把一条绳子他把一条绳子切成两段，他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在不开眼睛的情况下把两条绳子相连超过七次。如果成功的话，你算是协调性达人。那这边我们就寄出一个挑战，成功给一些奖励。像鬼鬼如果亲亲的话，成功就给你们有烛光晚餐的机会。OK， 那我这个挑战让洛丽塔来做啊，你成功，我就让你得到烛光晚餐的烛光，就送大餐，好吧？试一下，不要。好，奖金有些好的东西吧。那你这个挑战成功，给你奖金200块。好，太少了，1000啦，好了，1000，1000可以，1000块钱，先给我，真的，错的，那个放在公家这里，公家这里，成功了才可以拿走，来，贵官才来拿，来这边有一条绳子，来我帮你，哎，帮忙拿一下麦克风，好，让他做一下那个练习，你把它拿着，因为你正常把头跟尾接触在一起很简单，对不对？很简单啊。但挑战 CJ 大师是说，如果你闭上眼睛十五秒内连续七次可以碰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获得1000块跟身体协调网，好吧？1000块在这里，来闭上眼睛，准备，来哦，计时开始。呵，哥在哪？快点，哦哟，抓没有没抓，真的假的？我们难道看不出来吗？对嘛？哇，好像喝酒，那个是 CJ 大师的，好像，他姓华啦 ，CJ 一起下面，华 CJ 嘛。这个不要玩别的，好不好？好了，我今天
跟你做一个认真的一个实验性，我这边两条橡皮筋了，我跟你讲，那个1000哦，你算没拿到，但你这个实验你过关，这样没拿到，加码好不好？加码放这边，你2000就拿走，真的，有诚意有诚意，你要给我，因为可是你要过，我这边有两条橡皮筋放在我的大拇指上面，你帮我捏住我的食指头，捏住。右手捏紧，捏到最紧，好不好？所以说我橡皮筋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穿过去，对不对？对，因为你捏住了，我从哪边绕都不可能。好，你现在呢？只要你可以找出我是怎么穿过去的话，2000块是你的。哎呦，好，那你先选一条颜色，绿色喜欢还是红色喜欢？红色。那我们就选红色哦。好，我们绿色就不要。我等一下在几秒钟之内会把红色穿到这个食指里面，可是你都捏住了，不可能，不可能嘛！我捏超紧的，好，但这个实验需要你又闭上眼睛，不会再折了，合理，合理，合理啦，没办法，2000块闭一下，2000块在这里，你刚蛇都杀了，还怕什么？对，好，闭眼睛，我数到三，会把红色的这一条穿到过去，而且你会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是红色的嘛，对不对？好，红色的这一条会过去，准备1、2、3，哇！神奇吧，完全厉害，他完全全，哎，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不可能！你有握紧吗？你有没有握紧？你没有 K 紧？那能不能？虽然绿色不在这里，那能不能绿色的也上来？现在吗？现在，准备，好吧，好，来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来，1、2、3，天！你是握住的，怎么可能？太神了！哦，这个发功都很厉害了，怎么样？你知道怎么过的吗？不知道，因为我手都没有感觉。不知道，我们考他。好，你考他，考他，考他。如果说你找得出来哈，2000块就是你的，你的，好不好？来，找找看。那你能不能两条是绿的跟红的，对吧？是，怎么样？然后瞬间回到你的手背。对。回去看播出你就知道为什么，可是重点不在这个了，就刚这个游戏的过程。等一下，这有两条。你刚刚我只丢了一条生命。没事没事。哦耶哦耶哦耶！有一点，有一点，有一点。今天大家是不是把压箱宝都拿出来？对，哎呦，他那个嘎嘎嘎，那个真的好笑。那个很新，我们嘎嘎，因为那个绳子出来，我们只会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没想到嘎嘎嘎真的出来，而且又是洛丽塔，太巧了，太巧了，又是洛丽塔在嘎。